大家好，欢迎您观看韩梅视角，我是韩梅。今天是2019年10月10日，星期四。十月十日啊，双十节。双十节是什么节啊？台湾呢，他们都在庆祝这个中华民国的建国日。那今天呢，有一个网友，他最近呢，他老说梅姐啊，你一天到晚的为这个香港操心，我看着你都急得够呛，是气得够呛。你能不能轻松一点啊，换一种方式。然后呢，他就给我讲讲笑话呀，然后还教我跳舞啊，说最近就是有一种广场舞很流行，就是什么鬼步舞，让我学学那个。哎，我一学那个呢，我觉得还学得挺快的，因为他跟那个当年我上大学的时候跳的那个什么登山步啊、太空步啊那些有一点像。所以我学这个还学得挺快的。今天我这网友呢又来了，他说梅姐你这几天轻松了吧，说我今天呢给你讲一个笑话，然后就给我讲一个笑话，就是非常应景十月十日双十节台湾闹的一个笑话。台湾闹了一个什么笑话哈？这个蔡英文呢竟搞这种乌龙哈，那个文凭的事儿呢搞得大家一头雾水，也不知道那个文凭是真是假，也不知道他那个博士论文是怎么回事儿，对吧？现在就出来了一个说 LSE 正经学院，有的人呢管它叫不正经学院，还有的人说干脆就叫什么伦敦神经学院。好，他们现在就证明说，哎，蔡英文呢确实是从他们那儿毕业的。哎，然后呢过后又有一种说法说，这个出来的这个证明呢并不出自于伦敦政经学院的官方，而是出自于他们那儿的一个什么什么研究室。今天呢又有一个类似的一个笑话就出来了，就是他们这个双十节，台湾呢有在日本的办事处，它不能叫大使馆对吧，它叫办事处。那他在那个办事处呢，他们也庆祝这个双十节。那在庆祝这个双十节的时候呢，他们就拿出来了一份贺电，这贺电上就写着说，日本首相副首相祝贺中华民国多少多少多少周年的国庆。然后他的落款呢就非常有意思，他的落款呢是福冈。哎，大家都知道福冈它并不是日本的这个首都对吧，更不是什么首相所在地，但是呢它落款福冈。好，就是这么一个贺电，在他们台湾驻日本的这个办事处的双十节的酒会上就向大家展示了这么一份来自于日本首相府的，署名是首相和副首相的这么一个贺电。好，这个贺电呢这一公布，然后台湾的大小报纸就开始登的，哇好高兴啊，谁说我们台湾哈中华民国在这个世界上不重要的，你看看你看看日本老大哥都给我们发来了贺电哎。然后呢报纸上就登出来了，结果呢这一登不要紧，那日本上上下下的也都知道了，那日本的首相府也都知道了这事儿，对不对？他们的首相府然后呢就出来澄清说，嗨，等会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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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日本的首相府从来没有给你们台湾发过任何形式的贺电，从来没有过的事儿。哇，这一下你说是不是个笑话呢？他们拿了一份贺电，然后呢人家日本的首相府说没有，没给他们发过贺电。好，那这一下呢台湾方面呢就开始炸锅了。台湾因为是民主嘛，一派呢就是民进党，然后另一派呢当然都是反对他的国民党了。然后呢这些反对派国民党就好像捡到了枪一样的兴奋无比，质问到底是怎么回事。
民进党方面呢就出来澄清，怎么澄清的呢？就说，哎呀，这份贺电呀，不是直接来自于这个首相府，是通过一个非常可靠的一个友人转交的。那现在呢，这个非常可靠的友人是谁？有多么的可靠？现在呢，还不知道。蔡英文一贯的就是出来澄清事情的时候呢，他只是按照他认为已经足够的一个程度来澄清，就好像大家对他的那个文凭有质疑的时候，他就拿出来了一个放在那个塑料袋里面装着的，说，哎，看见了没有，这上面是有钢印的，凡是有钢印的一概都是真的。那现在呢，他又出来说，哎，这个是非常可靠的一个友人转交的。哎，这解释了什么？这解释了就是说这份贺电是真的吗？然后就没有下文了，这个交代就结束了耶。就跟蔡英文他拿出来那个钢印的，那是补办的还是补办的？今年的夏天呢，还拿出来了那个论文，后来又说这个论文呢是一个草稿来的，并不是当年提交上去的正本。那正本的论文以及他的毕业证书哪里去了呢？然后就说丢了，就这两个字儿，丢了。哇，你那个毕业博士啊，博士文凭和你的博士论文还能丢了呀？至于说怎么丢了，有记者也不断的来追问他，你怎么丢的？你们家着火了啊？还是说你们家进贼了？还是说，哎，你搬家的时候请的搬家公司不可靠？就是说他所有的他并不解释，现在就出来这份贺电，然后就说是重要的友人转交的，就完了。但是这事能完吗？在台湾仍然是，我刚才说了，国民党就好像捡到枪一样，蔡英文总能捡到枪，国民党捡不到枪。这好不容易捡到一个枪呢，国民党就有一点兴奋，大家，我听到他们就在很兴奋的来讨论这件事情。那就是这个贺电呢，它到底是怎么回事？我结合呢他们国民党那边他们所说的可能性和我自己的认为啊，就觉得这个贺电呢它会是怎么回事。我第一想法呢就是说，不应该是假的吧，蔡英文政府不可能是去杜撰这么一个东西吧，就觉得说他能杜撰吗？应该不会杜撰呀。就说这一个可能性啊，首先咱们说就是可能性最小的这个可能性，就是他杜撰的这个可能性我觉得很小很小。因为你要是杜撰的话呢，你就不可能就公开的还说，对不对？还说还展示，然后大小报纸还登，你要是杜撰的，你杜撰的话呢，你就私下里面也没有意义哈，私下里面就自己杜撰一个东西，自己跟那说啊，这是来自于日本，这也没有意义，对吧？你就得对外说哈。所以说呢，这个杜撰的可能性应该是基本上为零。那剩下的呢，它就是一个真的。这个日本的首相府现在就出来澄清了，说我们从来没有给他发过贺电。那日本的首相府出来澄清，那日本的首相府说的话就一定是真的吗？会不会说这个确确实实是日本的首相府确实发出来这么一个贺电？请注意啊，台湾方面说这个贺电的来源呢，并不是由日本的首相府亲自直接交给他们台湾驻日本的办事处的，而是转交的，通过一个可靠的友人转交的。那现在呢，就是说一种可能是首相府，他们首相府确确实实的让这位友人转交了这么一份贺电。那他为什么现在又不承认了呢？
因为他们给台湾这一份贺电呀、啊，他不想公开，不能公开呀、啊。你要是日本的首相府给台湾这么一个贺电的话，很有可能会引起来中国大陆的反应，对吧？还有其他的一些国际社会上各种的猜测，对不对？那日本首相府一定不想要这个效果，他给你这份贺电呢，只是私下里面祝贺一下，哎，就表示一下，哎，我跟你台湾的关系还是友好的。但是呢，不成想，这台湾呢，他们拿到了这么一个贺电以后呢，哇，异常的兴奋呢、啊。国民党一方呢，就指责这民进党，说这个日本统治台湾那么长时间，对吧？他是一个殖民者，我们是一个殖民地，我们被他统治和奴役了那么长时间。你民进党，你不以为耻，反以为荣，你还去巴结这个日本。你不仅去巴结日本，你从心里面你就觉得说我们台湾人比日本人就低人一等。他们给你一个贺电，你问都不问从哪来，考察都不考察它的真实性，直接就兴奋地展示出来。这呢是一种可能，就是说他本来呀，日本的首相府没有想说这件事情呢，这个贺电能够公之于众，没有想，人家祝贺你一下就完了嘛，没想到这个台湾人民进党政府把它拿出来大晒而特晒。而在这个时候呢，那日本的这个首相府呢只能是不承认。但是呢，我觉得这个可能性呢也不是很大。为什么呀？这多跌份啊，你不承认，好，你不承认，这个世界不知道你到底发没发这个贺电，可是台湾人知道啊，对不对？台湾民进党他们知道啊，他们知道这份贺电是你发的，那人家台湾人从心里面看得起你，看不起你日本人啊。所以说，我就觉得日本的这个首相府啊，他们如果说这个是真的来自于首相府的话，从这个角度上来说，我觉得可能性也不大。另外呢，他首相府他应该能够预料到我给你这份贺电，然后你很有可能你公开呀，你又没告诉他说，哎，别告诉别人啊。然后第三个理由就是说他不太可能是真的来自于首相府呢，是因为他有个中间人。那日本的首相府既然要给这个民进党他们一份贺电，那何必还得弄个中间人干嘛？直接就给他们不就完了吗？通过这个正式的外交的途径来给他们呀，或者是发给蔡英文，对不对？都可以啊。你既然是来自于首相和副首相，所以从这几方面来说呢，我觉得是真的来自于首相府呢，这个可能性不大。那就剩了第三个可能性了，那就是它是真的。所谓的真的就是不是蔡英文政府杜撰的，那它是真的，是日本人做出来的。我觉得很有可能就那个所谓的中间人，那个可靠的中间人他是谁？他可靠吗？他真的可靠吗？如果是来自于这个中间人的话，那这个中间人他就有问题了。你就是两头耍吗？既难堪了日本政府，又耍了台湾政府啊。主要是耍了这台湾政府，台湾政府呢还觉得说这个第三方啊，这个第三人还可靠。或者说呢，所谓的可靠啊，其实一点都不可靠，只不过是台湾的现在把这事儿呢很唐突的、很鲁莽的、很冒失的把这件事儿呢搞大了的这人呢，他是没办法，然后呢他就这么说，还指不定这玩意儿来自于哪儿呢。
来自于一个浪人也未可知，本来就不是个正经人，但是他现在只能这么说，他就说来自于一个可靠的第三方。总之呢，这个事儿呢给这个台湾民进党真的是一个非常非常荒唐，非常非常可笑，非常非常尴尬的这么一个乌龙事件。可笑吗？今天我那朋友跟我讲了这个以后，他问我说可笑吗？我觉得挺可笑的，确实是挺可笑的。台湾竟然还能闹出这样的一个大笑话，世界上真的是也没谁了可能。好，我这个视频呢就跟您说到这里，感谢您的收看，下次再见。